先生，我哋差人，佢一男一女收碟系你送嚟噶，系一个我外父，一个我老婆。救人员话男伤者受咗重伤，照例我哋都要同你攞份口供，俾个身份证我。男女傷者叫咩名啊？男嘅叫唐君年，女嘅叫唐敏玲。益豐集團嘅唐君年，系啊，件事發生經過係點樣噶？唔知，係意外，我真係唔知點講。沈生，我知你而家好難過，遲啲我哋再邀請你翻去攞份詳細啲嘅口供。沈生，身份證。浩啊，明明认亲家老爷做乜嘢啊？喺入边急救紧。点解会咁噶？发生咩事啫？妈，我而家心好乱啊！你唔好问我啦。明明做乜嘢事啊？心脏病。好啊，咁亲家老爷咧？佢见到阿明心脏病发，佢受唔住刺激，楼梯碌咗落去。哎呀，严唔严重啊？唔知入咗好耐。希望佢兩個大步攬過啦。邊位係傷者家屬啊？醫生，醫生我係啊。點啊？醫生？好抱歉，嗰個男傷者已經傷重不治。唔係連你都病埋，真係唔知點算。你都快去唞下啦，睇下你啦，眼圈黑曬，聲又沙埋啦。我邊有得唞啊？我要翻接風開會，仲要理埋阿爹哋身後事。你自己都顧住身體啊！我會噶啦，你翻去同我睇住展望仔。今晚我同我太太喺拗叫，佢翻咗佢阿爸度，咁之后我就去揾佢。我去到我见到佢同佢爸喺度，唔知喺度拗紧啲咩咁。沈生，你可唔可以讲下唐君年先生点样跌落楼梯嘅咧？当时太过混乱，当时我谂住我太太，而我拧住面我唔知佢系差错嘅定系咩，我叫咗工人睇住佢，但系永远都系咁样嘅。沈生，如果份口供冇问题嘅，唔该你签咗佢。
OK。沈生，非常多谢你同我哋合作。今次系意外，冇心推爹哋落楼，系意外。你听唔听到？真系意外，点解你唔信我？点解？发誓，我哋会尽我自己能力弥补今次嘅错，我会将我仔养大，教佢做一个好人，我会将佢封教到有声有色，你信我未？你信我？沈生啊，啲抽锁匙系呢间大屋嘅，我交翻俾你啦。至于嗰啲工人咧，我已经照你吩咐遣散晒噶啦。唔该，三姐。啊，系啊，沈生啊，呢间屋咁大，冇个工人用唔方便噶。呢间屋发生咁多事，我都唔打算再住落去。等律师又搞啲咩手续之后，我会帮我明买咗呢间屋嘅。好啦，沈生。咁你保重喎，保重。知道你一定会喺度，所以专登嚟睇下你而家得意忘形嘅样系点，痛吗？不过我唔会俾你死得咁容易，我要你慢慢咁死。而家唐君年死咗，阿明又做埋植物人，依封你话晒事，可以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啦，系咪？我真系唔明呢日天可以咁帮你。因为你同阿明嗌咗交，唐君年亦都唔会再支持你家有线电视。你本来就乜都冇，点知你可以翻到身？不过过咗今晚之后，你就会一无所有。人，你就会一无所有。人，搞成今日咁嘅局，你都要负一部分责任。我要负责任？呢日最苦我手嗰个都系你啊！
你唔知害到我好惨，你仲害埋我哋个 B B， 仲有我屋企人，甚至乎茶龙、万红，而家唐君年同埋阿明都系你一手一脚造成嘅。系，我已经有止步。你有冇谂过，茶龙、万红，如果唔系你一直向我报仇，佢哋根本就唔会死嘅。你收声啊！如果连个成件事都唔关你事，开枪！开枪啊！咦，系咪肚饿啊，琼姐啊？系啊，到咗饮奶啦，好啦，唔该你吓，乖吓，食奶奶，小王乖吓，我哋翻嚟食啦，啊，小爷翻嚟啦，食奶奶。妈，嚟咗啊？食咗饭未啊？未啊，我啱去完医院翻嚟。明明点啊？都系咁。妈，你仲嬲过嘅嗰件事？而家陈家禄亦都去咗啦，以前嘅事算啦，唔好再提啦。不如咁啊，妈，我哋将展望仔改翻紧我哋姓好嘛？虽然俾展望改姓唐唔系几好，不过唔改都改咗啦，由得佢啦。头先你话未食饭噶？系啊，而家好肚饿。我留啲餸俾你啊，等我整翻熱佢。媽，唔使啦，等我嚟。医院已经正式签发咗唐生嘅死亡证啦，证明唐生系死于意外嘅。沈生呢份遗嘱咧，系唐生死前新改嘅。新改？系啊，已经改咗，唔系由唐小姐直接管理益丰嘅资产。唐生咧将益丰集团所有资产咧改为佢个孙唐展望拥有，
咁但係因為唐展望咧仍然未夠18歲，所以咧喺法律上暫時會由佢父母代管，直至到佢18歲為止。咁但係而家沈太又不幸發生咗咁嘅事，所以咧代管權咧應該由沈生處理。唔知沈生有咩意見咧？開始，我正式接任益豐集團主席呢個位，希望大家日後繼續支持益豐。我而家想同大家傾嘅就係關於中國大陸有線網絡呢件事。而家開始，因為我知道放翻你出去，你一定要再揾機會嚟害我。你想揾我揾到幾時啊？我都唔知，直至我諗到辦法，點樣解決我哋之間嘅事。除非我哋是但一個人死咗啦。真係冇第二條路可以行。係。有一樣嘢，我想你老老實實咁答我，你仲愛唔愛我？唔愛。点解唔要叫我解释啊？当日我点解要送你去死？因为你想发达，你恨钱，你想做唐君年嘅女婿嚟达到你嘅目的啊嘛！钱对我嚟讲根本就唔重要。我喺麦见你吴议员，应该好清楚。人系会变嘅，唔知点解你会变成咁，但系总之你已经唔系以前嘅沈文浩。我唔变到，我一样系以前嘅沈文浩，我又系咁爱你。我识咗几耐？你同方晓欣识咗5年。5年，我记得5年前，我就系一个充满理想、一心以为可以靠自己双手出人头地嘅后生仔。我好细个嘅时候。我衰老就抌低咗我同埋我阿妈，同第二个女人结咗婚。嗰阵时我每日都喺度谂，我要赚多啲钱，我要令到我妈又可以照顾。呢啲嘢我一早就知，你唔使同我讲咁多废话。你可唔可以俾我讲埋落去？直至呢一日。一个叫沈志坤嘅嚟咗报馆，佢一入嚟做咗顶头上司。由嗰开始，我就知道，如果要靠我自己嘅本事出人头地，根本系冇可能。本来谂都冇所谓，只要我肯做，我肯脚踏实地，我同我妈一定好日子过嘅。点知有一次，我嗰个衰老豆为咗个女人，翻嚟同我阿妈攞翻以前结婚嘅3600银。我当时好嬲，我真系好嬲。但我阿妈冇所谓，俾翻佢，我阿妈话唔可以，佢要搵个女人算账，同我阿妈出翻啖气。个两发烂渣打穿咗我麻头，我周围揾我麻，
你知嘅呢件事，你喺度嘅当时。只要我肯做，我肯脚踏实地，我同我妈一定好日子过嘅。点知有一次，我嗰个衰老豆为咗个女人，翻嚟同我妈攞翻以前结婚嘅三书六礼。我当时好嬲，我真系好嬲，但我妈冇所谓，俾翻佢。我妈话唔可以。他要找个女人算账，跟我妈出版谈判。但我妈去到，个女人发烂渣打穿了我妈的头。我周围找我妈，你知的呢件事，你在度嘅当时，你知不知？我找到我妈的时候，佢已经病咗。我送佢去医院，医生话佢好危险，分分钟都会死。我妈同我讲，佢嗌我搵个衰老豆，带佢哋见我妈最后一面。我记得当时瞓得好疼，我去到我爸门口，我爸问我叫佢出嚟，叫佢见我妈最后一面。但佢冷落嚟，我翻到医院嘅时候。我妈已经死了，你在这里，你当时你都在这里，之后我们才叫唐敏明，跟着你就要出卖我。你以为你被自己心爱的人出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？我当日为了报仇，你今日都是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感受。你可以为了报仇而出卖你最爱的人，但我不得。我刚才讲过，你以为你被一个自己心爱的人出卖是很痛苦的事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出卖一个自己心爱的人，其实是更加痛苦，更加难受。唔见你几日，你瘦咗，系咪啲伙食唔好啊？喺呢度有咩口唔好？见到你，我谂起北京嘅饺子店，嗰度啲饺子系全世界最好食嘅。不过我谂以后都冇乜机会食。
我答應你啊，你放監之後，我邊度都唔去，我帶你去食餃子，好冇？我諗到時我已經冇牙色啦。你以前唔係咁悲觀嘅。喺呢度，每一日同一時間起身，同一個動作做同一樣嘅嘢，每日三餐食同一樣嘅餸菜，每晚接受同一樣嘅思想教育，唔黐線已經好彩啦，點會唔悲觀？我做好啲，有你隔幾日嚟探望我。我想我有一排不可以來探你。為什麼？我要回香港，大概半個月左右，下個月初我會回來。香港發生了什麼事？唐君年死了？是。左眼 Nita 變成植物人。那阿浩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要回去看看。阿浩一定好傷心，使唔使我幫你帶個口信俾佢？我都唔知道可以講咩。不過你叫佢唔好亂諗嘢，叫佢繼續發展佢嘅事業，叫佢繼續做佢想做嘅嘢。如果佢有時間，叫佢寫信俾我，或者睇下佢有咩口信帶俾我。走咗之後，你自己要小心，我會盡快翻嚟。唔該曬你啊！我咁係需要。沈生，我哋已經同馬來西亞嗰邊簽咗意向書，同意研究合作發展有線電視嘅可能性。香港方面，政務同政周刊嘅銷量一直都維持喺高水平，仲未有報刊可以威脅我哋。我同日本嗰邊傾得七七八八，遲下我哋公司會搞埋漫畫市場。你做份報告送俾我。OK， 冇問題。或者邊樣好睇？等等，沈生，有位葉世康先生打電話俾你，佢話你一定會聽嘅。唔該你。喂，阿康啊，我啱啱落機咋，一陣間得唔得閒出嚟飲杯嘢啊？好啊，老地方見。有时做人嘅嘢讲运气嘅，你个学识比我好咁多。如果我唔系娶咗个老婆，我真系唔知我自己行运点解系倒霉。如果佢令到阿明醒翻，我情愿我而家所有嘅都冇晒。嗰人有报嘅，喂。唔好講我啲，萬紅而家點啊？你冇寫信俾佢咩？我唔想再做一啲對明唔住嘅事。我哋三個前世會唔會係走馬燈上面嘅公仔？一個追一個，永遠都追唔到對方。趕時間嚇，唔係約咗個客啫嘛。我仲諗住去醫院探埋 Nita 添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我自己去。唔好，我同埋一齊去個客嗰度，我可以趕時間。咁好啦，行啦。醫生，佢咪醒啊？醫生，唔係。是他對針藥的反應，其實他昏迷緊。我們出去先。你沒事嗎？我沒事。明，阿康來看你。阿康嚟睇你啊！
都係呢頭會醒翻。我都唔知。係啦，你外父死咗之後，你有冇見過李無情？冇。不過外父同佢之間嘅嘢，你又知啦。知少少。人就咁現實噶啦，我外父死咗，佢就冇再出現過。佢唔似啲咁嘅，好難講啊。或者。我想找入面那位李小姐。李小姐，我很多日没见她了。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最后那次是几时见过她？这么久怎记得啊？不客气。不用。你喜歡冷食嘢？唔想餓死我自己。你諗通咗？你唔好逼我，俾啲時間諗清楚。好，我俾時間你。你真係愛我？我一生一世都會愛你。咁你等我自己一個人靜下。好。好。等你一世，我都会等你。
我知道一定是他殺死唐君彦，害到我明面直言，我一定不可以放過他。康，你要幫我。這個世界有法律，如果他真的犯了錯的，一定會受到法律制裁。法律？法律只會對付一些無辜的人。我和萬紅受過的苦，只是一個很好的證明。現在打算怎麼做？我要徹徹底底解決了這件事。你真的不肯幫我？雖然阿豪是做錯事，但要我陷害他的話，我怎麼都做不出。對不起，無所謂啊，就算全世界人幫我得回那個人，我都要沈文浩得到他應得的懲罰。為了這個目標，我可以犧牲我自己，甚至不擇手段。欣啊，你不用勸我，沒人可以改變我決定，沒人可以。由下一年度開始，逆風將會集中發展傳媒事業。我哋会投资美国有线机构、东南亚有线网络。下个月，逆风正式成立跨国传媒企业。咁澳洲同美国嘅地产投资，唔系会受好大嘅影响？系啊，何况地产投资所赚到嘅利润又快又多，传媒事业根本就远远比唔上。投资搞传媒，公司一个礼拜起码损失600万噶。系啊，喂，咁点搞啊？我已經決定了，散會。沈生，醫院電話。喂喂，沈生啊，你太太有跡象醒翻咯。醫生啊，我心抱有機會醒翻啦。根據我今朝同佢做嘅測試，佢好有可能會清醒翻嘅。哦，醫生，勝算有幾多啊？這個很難預測，只可以說是審慎樂觀，今晚決定勝一晚。阿浩啊，既然是這樣，我們今晚不要走了，留在這裡陪你。醫生，可不可以安排間房給他們休息？好，我安排一下。醫生，最好就是在我太太間病房附近。我盡量啊。麻煩你，和你一起。我好擔心啊！如果明明醒翻，俾佢知道陳家老爺過咗身，佢唔知會點諗添㗎。我哋可唔可以瞞住佢咧？媽，呢樣嘢等阿明如果真係醒翻先算。
骗，谁人也知道，谁冷定分送，无从留半步。聚散永远不知怎仓藏，孤单的我只会是迷惘。上路寒夜攀不高，缠绕我故梦又像冷血风暴，玩弄无穷无尽处上红绣，一生已挫败自乱梦。